摆在我们面前，无量无边的道路，你走哪一条道路？啊，一生究竟圆满成佛的道路，就是信愿持名。啊，真正认识了，还有时间去说闲话吗？肯定是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，分秒必争。啊，成佛去啊，成佛去干什么？为度一切众生，这个心就叫大菩提心，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众生的。啊，真正为众生，自己要先成佛，自己没有成就，哪有智慧神通能力去帮助别人啊？所以必定是先成就自己。啊，再发心呢，帮助别人。没有见心之前，帮助别人实际上还是在帮助自己。啊，古人所谓的教学相长，怎样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在教学当中提升。为什么？教学会发现很多问题。啊，有一部分问题是自己发现的，有一部分人别人发问，别人质疑的时候发现。真的是教学相长，学生感激老师，老师也同样感激学生。啊，没有学生就是没有缘。啊，没有缘，有很多东西隐藏在那里，将法未发，发不出来。啊，学生一问，一怀疑，一举一动，哎，把我们这个疑情触发了，智慧升起来了。啊，读经也如是，读经是听佛说法。听祖师大德的议论，啊，那么这个集注里头有非常丰富的资料，啊，我们常看，看到好像没有什么意见。看个50遍、100遍，哎，这里发现这两个字有意思。啊，变数不够啊，生不出来啊，变数够了，生智慧。啊，我们用小柱柱在旁边。字虽然不多，意思深广无际也。